这个时间呢又要靠我们义工朋友呢帮我们 set 好翻啲咪先，又是要好啊。这个时间我就介绍下一个曲目啦。咁啊，下一个曲目呢是翻我们粤曲的演唱嚟噶，歌名一讲你们一定好熟呢一首歌噶啦，《风雨断肠花》。又是啦，轮到我问翻你们啦，个故事是咩嚟噶？这个故事就有啲悲凄咁样啦，但系就真系好好听嘅一首曲目啊，系咪啊？讲咧就系阿姑母佢要上京赴考啊，咁即系话男士唉为咗投家都系要出去搵钱啦。不过奈何阿妻子又病重喺屋企，真系依依不舍嘅啫。咁佢哋到底话别嘅情况系点嘅咧？咁我哋不如咧就请李英年同埋钟玉娟为我哋献唱啊！是我们有请陈应年和钟玉娟为我们献唱啊。Oh,
此是欲啊啊啊啊啊林峰啊啊啊啊啊啊要落下是空房独守，每离歇寒笑。
不生
施利受，难却把星星云啼，星星赴剧连忽晓，听啼恭喜演出成功啊！